到了一个夜晚，独自跳舞的女孩好想上前加个微信，但不知道怎么开口，好像被发现了。我想请问一下，你们的卫生间在哪？好，没事，谢谢啊。行，没问题。没事，那走吧。那我是从哪儿录？我正面录吗？正面录。啊，录镜子那边。好。她真的好漂亮，好久没有见到这么有活力的女生了。没事，这视频怎么发呢？我这是安卓的。我说太晚了，跟他一起下楼，我们一路又聊了很多。他说他明天要交一个作业，才这么晚来舞室。生活中他还有跳舞时没有的腼腆，但是欢乐的时光总是那么短暂。那我先走了。走吧，拜拜，下次见，拜拜。